无超市同意。凉啊！哎，人家那煎豆花就脆如啦，中国发挥苏金大厨，一般会煮个下老米包平安呐、啊。老米不是我湖南的啦，阿刁米皮啦，阿刁皮的人才哦，那把心机全部颠覆。这都是要掉东西了，你把那块的这些都对下我子的，你把平安都给我领了，没有嘛，我给领到这了。我都唔知，我连公家都挨唔到。